在上学期间，地雷到底有没有跟某个女同学关系比较密切的？那个时候，哪个女孩子能看上他呀？他是当时学习最差的一个。哎，你甭说，还真有一个女同学，也是学习差得很，考试的时候门门功课开红灯，就他们俩。那这个女孩叫什么？她在什么地方住？她叫王艳红。就是初中毕业以后没考上大学，现在在哪儿不太清楚。那你们学校是不是保存着以前的学生档案啊？啊，应该有，教室干。请问这是王艳红家吗？她不在，上班去了。哦，阿姨，我是艳红的初中同学，我叫刘芳。啊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啊，阿姨好。你好。我跟艳红啊，好多年没见了。我现在在北京工作，这次回来探亲是想来看看她。哦，是吗？你比我们家艳红可强多了。你看你男朋友长得多精神呢，我们家艳红要有你一半我就知足了。看您说的，阿姨，艳红挺懂事儿的。哎，她现在怎么样？有男朋友了吧？不说她了。哎，你们进屋坐坐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她在哪儿上班啊？要不我们上单位找她去吧。哦，她在东方购物广场那个耐克专卖店卖。那我们去找他哈。啊，谢谢阿姨。啊，谢谢阿姨啊。哎，我说啊，你干嘛说我是你男朋友啊？怎么了？别觉得吃亏了。不是亏不亏的事儿。你也不能想起一出是一出吧？哎，我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了？我这要不是为了工作，哎，就你还享受不了这待遇呢？不是，这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就是为了得到王艳红他妈的信任吗？啊，你说我是你们同学不就完了吗？要不说你笨呢？哦，我要说咱们都是同学，我怎么跟他提起他闺女有没有男朋友这事儿啊？那他不是也没说吗？可他流露出难言之隐了呀。这就说明这个王艳红的确有男朋友，而他们家里对她的男朋友不是很满意。结合我们之前掌握的这些资料来看，这个王艳红跟地雷是同班同学，对吧？他们俩又一起被老师评为最差的学生。现在这个王艳红在耐克的专卖店工作，而地雷又有一双耐克鞋。你不觉得从这些信息里边能够推断出什么？你现在只是推断。知道吗？你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反正我都做了这么多了，剩下的就看你的了。看我的？好，那就看我的。
服务员。您稍等。先生您好，您是要这件衣服吗？看。这是我们今年的新款，而且是西单面料的。这样您先试试。怎么样？挺精神的。嗯。我觉着还是颜色更深一点的好。那我们有这件黑的，您看看。这个还行啊。嗯，不错。我就喜欢黑的，你看我平常穿的不都是这颜色吗？哎，这件我能穿吗？嗯，您应该穿 L 号的，刚好。那咱们要了？就这件吧。好嘞。先让给您。钱在哪儿交啊？款台在那边。好，谢谢啊。400多，你带钱了吗？我这儿有200。那200块钱咱们怎么买衣服啊？你不是带钱了吗？刚才咱们吃完饭，我就剩这么多钱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哎，要明天再来买吧。小姐，您看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带的钱不够了。您这衣服你给我留着，明天我再来买，好吗？这个小票我留着。那好吧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对不起啊。劳驾您，拿到技术部门做鉴定。怎么样，哥几个，在正安玩的高兴吧？高兴，甭提有多过瘾了。这有钱的感觉啊，就是他妈爽。那是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钱能找牛推油啊。怎么了，地雷？不高兴？没有，大哥。玩的不痛快？嗨，大哥，地雷啊，他放不开，跟小姐喝个酒、唱个歌还行。一到最关键的时候他就掉链子。那可不中，男人不管在什么场合，不管是在战场还是在情场，一定拿出男人的本色来。嗯，哎，他们到了是吧？没呢，还在。二哥，大哥墓地的事儿办得差不多了。昨天请了一位大师把这几个地址全看了，他们觉得天梁山这个地方风水不错。好，都走了2个多月了，该入土为安了。哎，另外，不懂啊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的钱只是进不出。明白了。老爷，掉了就是掉了，有什么不服气的？说话，你不说话什么意思？这颗子弹
是你手里枪里这个批号的子弹，没少卖吧？同一批号的子弹，在我们这儿呢，已经打死一人，重伤一人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作案人杀人用的那把手枪，也是从你手里得到的，是不是？装聋作哑。嗯？哼！哎呀，这些靠智商吃饭的人，到头来就这么个德行。我告诉你，蚂蚁，我知道你心里很不服气，但是你自视太高，这是你这次掉了的主要原因，知道吗？我们抓你有我们的目的。刚才你也都知道，你卖出去的那把枪把人打死了，所以我现在需要知道，把枪卖谁了？说。你让我见见那个丁毅。我不让你见。这是张大力专门为他最宠爱的一个小蜜租的一套房子，定期过来陪他过夜。据说这个家伙最怕这个女人给他戴绿帽子，所以不让他手下任何人靠近这套房子。二哥，其实咱没必要在这候着，让二宝把事做了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为了我哥，我必须亲自来。
冰毅，这家伙非要见你。行了，人给你找来了，谈吧，好好谈啊。两缸一星，我是老警察。我一开始就觉得你是个警察。我从来就没说过我不是个警察。可我还是上了你的当。你觉得很丢脸是吧？你觉得凭你的智商，凭你的小心谨慎，还有凭你这些年在江湖上行走的阅历，能跟国家积极抗衡一番？国家机器咱没想听，不过这些年神头鬼脸的人也见了不少，我就想不明白怎么会折在你手里。那不奇怪，没想到，就说明你的思维还存在着误区。可我并没觉得你比我高。想不通是吧？我输了，我承认。我只是想说个明，我的脑子比你到底差在哪儿？那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脑子并不比我差。这就像百米赛跑一样，本来咱们俩的速度相同，为什么我比你先到了终点？就是因为你不是赤手空拳在跑，而是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，在负重的状态下，你的速度就会大打折扣，所以输是必然的。我背了什么包袱？利，利，对，利欲熏心，这就是你跟我比赛时候背的包袱。你必须分出了一部分体能来照顾，而我的全部体能全用在了跟你的比赛中。别出声！哎，大哥，那女的搞定了，绑结实点，别出乱子，放心吧。那好，你们哥俩隐蔽好。哎。二哥，里面一切顺利，知道。干完张大力，那女的怎么办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用管她。二哥，留着她不是个祸害吗？眼睛蒙了吗？蒙了，嘴也堵了。那你还担心什么？啊？我告诉你，听我的啊，按照计划行事，不许异想天开。行，二哥，我明白了。二宝想把这女的也给做了，留着一个活口，确实也人不能碰，杀女人不吉利。
我现在担心的是，张大力这个小子今天会不会过来？应该会来。这个家伙对女人还是挺上心的。能死在女人身边，也算是这小子的福气。老高、陈晓，他们枪都是打过的，还有二宝，前些日子也在我这买了把武器，子弹也是从我这出去，一把枪配十发子弹，这是我这的规矩。你们中京找我买枪的人不少，我可以把名单告诉你。二宝什么时候到你们那里了？大概是下雪了，具体日子不清。二宝说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叫二宝。你怎么认识的？他以前在我哥手里买过两把五连发。你哥？我是这么回事，我以前不干这个，以前一直是我哥在做，去年他出车祸死了，我才接着干。以前的有些关系都是他认识的，二宝找我也是提的我哥。你哥当时的经营情况你了解吗？不太清。你的货源？枪从哪儿弄来的？仿制式的，是从青海的地下加工厂进的货。制式枪是从南方进的走私货。走私？对。你那儿卖过9毫米的大口径枪吗？没有，一般这种枪没人要，子弹不好。见没见过这么大的口径枪？我见过，以前我哥见过几把这样的枪。枪王？什么意思？威森手枪？对。什么时候？卖谁了？有几年了吧，大概3-4年了。卖给谁我就不清。啊，听说过吕焕、吕东这两个人的名字吗？听说过。你和你哥跟这两个人？我没有。我哥我就不清。大哥，送你上去。嗯，把车洗洗。来，大哥。来了。
小梅。小梅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张大力，别过来，枪放下！妈，捅死他！去你妈！谁派？杀！杀！我看来是睡了。撂了，全撂了。结果怎么样？有得有失。二宝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查清楚。不过呢，
有个意外的新发现，很可能跟黄小丽前夫被杀案有关。只要对案子有帮助，就算没白忙。白忙？告诉你，我现在的心情豁然开朗。哎，我的任务完成了吧？凑合吧。啊，那我可回我们局办了。咱们那催命局长可催了我好几次了。林毅，说实话，其实你的任务完成的你这郑重其事弄得我还真不知道说什么。那就不客气了。喂，什么？周队，看，这两枚子弹跟上次枪击现场的子弹编号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一枚跟这个不一样。抓紧时间，给我弹道检验。是。干什么去了？啊，我们没干什么呀。没干什么？几点接到通知？为什么刚到？太不像话了吧！我们怎么了，头？什么怎么了？不想干走人，别在这混，知道吗？头，你不要替他辩护。头，我们这两天盯地雷都没怎么合眼。谁合眼？哪个人合眼了？他胡走。头。你总不能不让我们说话吧？说。我们查到地雷的女朋友了。确定？确定。你们还没吃饭吗？没呢，上哪吃？没事儿，头，咱们先去办事儿吧。好，志勇，带人在这儿继续勘查，你们两个跟我走。谁呀、啊？哎，艳红同学吧？警察，王艳红在家吗？妈，雪婷。怎么是你呀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哥，我啥都不说了，今天你救了我一命，咱兄弟俩以后就是换命的交情。兄弟之间不耍流。
真他妈没用！这老小子什么都不练，真敢对着马子开枪。不过手再黑，也他妈照样玩完。咱们哥们儿，这回算是干了一个真正的老大，以后咱可就有资本了。